三二一，来你算。啊，王大人，你我怎么还有胡子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如花都没你长得磕碜。你看着呢。我把这衣服弄好。好看。你看，我有这个胆子。对。你有吗？我没有。我待会再给大家跳一段舞。我这脸，我感觉还挺那个啥的，挺有那种感觉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把六娘娘这身衣服一穿，陛下这辈子连六娘娘都不接你。那我开始跳了。那你开始跳。来，跟我同步在中间。我往前，我给你伴歌。哎，等会儿那个凳子是不是你要在凳子上跳？我看咱们俩会不会玩得太疯狂？哪疯狂？我看人下去不是掉粉的。我看三娘娘人每回跳不都是有个凳子在那跳的吗？你不要凳子吗？咱们俩是凌渊阁大学士，这样下去很有。你有脸说你是凌渊阁大学士？来，你看有这么咳嗽的大学士？还有一点点学士的样子吗？哎。来吧，我等会儿啊，我先我跟你玩，待会儿你也要像我这样站着啊。我先准备歌曲啊，我先试一下。哎，你往那边一点。我已经最靠墙了。好，来，鸳鸯双栖蝶。你好好跳，方大人。好好跳呢。你刚才那是转呼啦圈的吧？你让我好好跳。鸳鸯双栖蝶双飞。你干嘛不好好唱啊？我下句忘词了。如果你说咱们上穿着这个衣服上朝可以吗？哟，杜兄。那我感觉这位先生，我来考先生三个问题。我能在时光机里把你打死。先生，若是答不对，就让我亲一口。有辱斯文，真的。这样的我感觉很多人都能答对。有辱斯，为什么？就让我进一口。哎，你要换了问十个都能答对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你先稍等，我先搜一下那个《女儿情》的词曲。我在这站着很尴尬的，大哥。你站你的嘛。那我唱歌也不能胡唱呀。这还用不轨吗？要被我大。家人看到了，先照相吧。可以看，先照相。来，王大人准备好了吗？放吧，不是放我唱，你唱。好，来准备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僧。你别，哎呀，你不要靠近我嘛！你嫌弃我？我没有嫌弃你，我那不就行了？我怎么会嫌弃你？快来吧，接着唱。女儿美不美？女儿，儿美不美？